牛、羊、马，这带动物的枪到底是什么枪啊？今天接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任务，让红尘只用动物的枪吃鸡。我只想了大半天，也想不出一把符合要求的。有没有知道的小老爷帮帮我啊？哎，汤姆逊，不对，这听起来像个人名。那这幼崽爱呢？外号小蜜蜂，总算是动物了吧？别耍赖呀、啊，外号这些通通不算。等等，我刚刚看到了什么？野牛冲锋枪，这牛总符合要求了吧？看来海岛还真有带动物的枪啊！不仅有，而且不止这一把呢。哇塞！我的天哪！蜜花，我做任务还真没注意到呢。不过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蜜花长什么样呢。有没有知道的小老爷在评论区放个图呗？一把野牛，一把蜜花。手机前的小老爷，快帮我想想，海岛还有其他带动物的枪吗？带动物的枪不清楚，带动物的人倒是知道一个，是吧？马艳丽，侠客小叶，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。再说了，我真名不叫马艳丽，好吗？哼，话说在场的小老爷有没有名字里带动物的？有的话，请打在评论区，让我见识一下呗。OK OK， 请你玩这边战场，我们也该换个地方啦。你小子向我哪里跑？有本事再来证明给我！我要是退一下，本姑奶奶的名字就倒过来念。又被我搞残灭喽！注意看，眼前的这个杀红眼的女人叫红尘，她曾经是一名九品侠客，这是她接到的第542个任务。挑战只用动物的枪吃鸡，任务失败，他将受到残酷的惩罚。因此，在他的眼里，只有成功，没有失败。哟呵，又是吃鸡的一天，小老爷们还有什么奇葩任务吗？统统放马过来吧！